又到了一天放学时，就是一副副朝气的面孔呀，决定跟拍一段樱花树下朝气的面孔。哎，夹树呀。挺腼腆的啊，不敢跟陌生人说话，怪叔叔啊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这不骑得动吗？你轮胎都瘪了，难怪踩不动。太重了，加油呀！有没有考虑过自行车的感受？哦，是。总算到顶了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站在学生群体里。你好。好。放学了啊。可以啊。很棒啊，再秀一段。到家了，你看。苍穹之下甘谷县，芸芸众生绿水间。欢迎来到甘肃甘谷县，这是鸟瞰甘谷的大香山国家四 A 级景区。跟随无人机的镜头攀升，甘谷大佛端坐于悬崖之壁，高达20余米。除此，大象山还有太浩宫、永明寺、千佛洞等等，是路过甘谷不可错过的景点。你好。帅得很啊。悠哉的老年生活。来，再看一下这个坐在路边的大妈，打个招呼。你好。这个两个老人家一开始戏到，这个也是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个笑眯眯的。离开甘谷，然后看一下这个，哇！此刻难以用言语来形容。北京骑行去巴黎，这是去往甘肃武山县的路上。你买有打算？对啊，我现在没有打系统，我预防一下，万一路上爆胎呀。我问一下有没有啊？北京来的话是几个月？吃饭咋请的？吃饭目前有餐馆，如果是到了新疆，有餐馆就餐馆，没餐馆就自己。对对对，那挺干净的。哎，为啥不进一个打气筒呢？好歹是自行车配件呀。
们的那个打气都免费，所以说顾客就不要那个气。啊，你打算骑到哪里去？是西藏去还是？不是，走新疆。哦，新疆想啊，从北京到新疆啊。对对。哦，新疆。你就你们团队也没？没有一个。你就独行啊？啊，独行、啊。对。从北京骑到新疆，行驶。啊。然后回的时候再不行。出国。啊？出国。哦，都。骑到新的口。啊，骑到东亚。巴基斯坦去了。对，骑东亚。啊？东亚去，最后到法国。法国。啊。那法国你护照弄好了？我有护照。啊，自行车上过的啊。那法国以后你就回了呗？啊，去其他大洲吧。我问了就得几年时间啊？你家的人同意吧？支持你？他们常态化了。我已经常态化了。你结婚了没？没有结婚。我没结婚，结婚本来是一个。没有打气筒哦，打气筒呀，都是这么长的，不好带。没有你的手的那种袖珍来的。对，手的打气筒有，但是那个气筒直不进你，看你们用。快吧，再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是第一次吗？啊，以前经常。第二十一年。那走过什么？走过什么国家？亚洲、非洲、南美洲。这个是专用的啊，好吧。长时间不卖这些东西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了啊，是怎么那个我找你了那个大网红啊，那个骑车外的我不想做网红，做网红为民所累啊，那好人呢，那如果好人精神的派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对，就是我特别想分享一下路上。哎，分享一下对吧？你这个经历的过程。纯粹的东，纯粹的东西出来。你这是自来的，纯粹是自来的啊。我们这边主要好地方要拍一下的，对吧？对。买了一个打气筒，谢谢老板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这个你东南西北也，东南西北也好变得很。对。看来是不错的。行，我不打扰你做生意了。行，好，行，一路顺风啊！再见。好，回来的时候再过来。希望。啊，再见。从围观，然后解决了一个打气筒的问题。其实就是去车店，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。这个打气筒，然后这个给到我看一下，这个打气筒，它的气不是特别大，然后呢，就是出气不特别快，所以就像老板说的，可能当一个应急用，所以先用着，回头试试看，看好不好用，继续前行吧，趁天亮前，看能不能。到下一个小县城，尝试一下这个打气筒。行呀，这68块钱不好整啊。他这个气太小，特别小啊！打了个寂寞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修自行车的吧，真的打了个寂寞。感受一下啊！我表示很无语。我不是怪老板，我是怪厂家。这玩意压根就压根就啊！这厂家太过分了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而且看老板都是憨厚老实的，人家只是有这么一把打气筒，不是厂家，哎，真的无语。我现在没气，我得想办法去把这个气给解决了。